友联船厂有限公司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雄厚实力的修船企业，建厂至今已走过了40多年的发展历程。友联船厂有限公司具有坚强的后盾，属于招商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业集团的母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872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民族航运企业。目前总部设于香港，现已发展成为总资产超过600多亿元的中国大型企业集团。友联船厂旗下拥有香港友联船厂有限公司、友联船厂蛇口有限公司和友联船厂漳州有限公司，其经营业务主要包括各类远洋船舶的修理、特种船舶的修理、海洋石油钻井平台的修理和改造，以及港口拖轮服务等。香港友联船厂有限公司地处香港新界青衣岛，占地13万平方米，码头岸线450米，拥有全香港第二大拖轮船队，拥有两座分别为15万吨级、3万吨级的浮船坞。20多年来，承修了近20艘次海洋钻井平台，首创了沉箱胎架替代春腿法维修自身式海洋石油钻井平台，和双舶起伏法维修半潜式海洋石油钻井平台工艺。记着40多年的修造船经验，香港友联船厂已成为香港地区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修船厂。成立于1989年的友联船厂蛇口有限公司，位于深圳西部港区，距离香港20海里，地理环境优越，目前拥有长达651米的码头岸线，拥有7万吨级和3万吨级浮船坞各一座，配备交通船、拖轮、门吊、海上浮吊和各类齐全的生产设施，是中国10大修船厂之一。蛇口友联船厂建厂16年来，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已完成了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各大远洋运输公司的1000余艘半吨级船舶的年修、雾修、航修、海损修理及海洋钢结构工程，在大面积换板、游轮单壳换双壳、海损修理、机械工程、船舶特图及海洋工程等方面具有雄厚的实力和丰富的经验。蛇口友联聚集了一大批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敬业精神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并以精湛的专业技术、可靠的质量保证以及高品质的服务，赢得了海内外船东客户的一致赞誉，与大船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船舶航运市场呈现欣欣向荣、快速发展的势头，世界修造船中心加速向东南亚乃至中国转移。2003年，招商局集团记者对市场的洞察力，对工业集团的修船业务进行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和定位，做出了做大做强修船业的发展战略。决定以蛇口友联船厂为基础，在深圳的妈洲岛新建招商局深圳妈洲岛友联修船基地。新修船基地将于2007年投产，并逐步建成世界一流的船舶及海洋工程修理基地。
妈洲岛友联修船基地位于世界第四大集装箱吞吐量的深圳港西部港区，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南与香港隔海相望，北临广州，四周水域开阔，水深条件良好。开辟中的铜鼓航道设计底高程为 15.8 米，为修船基地各类试修船舶及海洋工程构造物直接经过铜鼓航道进场修理提供了便捷的航道条件。新深圳妈洲岛基地总面积约70万平方米，岸线长度3400米，建设码头总长3010米，新建两座30万吨级的修船干坞，其中新建超30万吨干坞一座，船坞尺度为400米乘83米乘13.5米，另一座30万吨干坞的尺度为360米乘67米乘14米，吊机能力均为100吨。新基地生产生活配套设施齐全，完备的船体车间、轮机车间、涂装车间、装焊场地、海洋工程模块制作场地、动力站房、救护设施和应急设施，具有办公大楼、宿舍大楼、员工活动中心、餐厅及培训中心等。新修船基地以高附加值的船舶及海洋工程为主营目标，其中超30万吨干坞目标船型为 ULCC、VLCC 修理、FPSO、FSO 改造、钻井平台修理改造等。30万吨干坞大型游轮、LNG 游轮、下一代12000箱的集装箱船等的修理及改造。7万吨和3万吨服务以巴拿马型以下散货轮、集装箱船、游轮等常规船舶修理及改造为主营目标。招商局深圳妈洲岛友联修船基地以建设世界一流的修船厂、以一流的产品服务一流的船东为经营目标，并将进一步发展代理网络，并在全球招聘一流的人才。凭借在世界修船市场树立的友联品牌和雄厚的修船实力，友联人有能力、有信心建设和经营世界一流的深圳妈洲岛友联修船基地，并将其建设成为我国及东南亚各国石油运输及海洋石油开采的后勤服务基地。友联修船业必将迎来其高速发展的辉煌未来。